复明霞对郭晶晶跳水嫁入豪门。跳水皇后郭晶晶去年嫁作香港新抱，不够一年就生埋 BB 添，速度仲快过佢师姐复明霞。今年35岁嘅复明霞，未够13岁就攞咗10米跳台金牌，成为史上最年轻跳水世界冠军。92年巴塞隆拿奥运，只得14岁嘅复明霞再下一城，攞埋奥运10米跳台金牌。00年悉尼奥运力压后起嘅郭晶晶，攞咗个人3米弹板冠军，而两个人合作嘅双人3米弹板就只系攞到银牌。这当个冠军，已经是应该说他的水平应该超出我了。那我们一年的比赛呢，都是他赢的多，我几乎都没怎么赢。赢够奖牌的他00年退役，02年就嫁嚟香港，和老公梁锦松生了两子一女，最小的那个都5岁了。至于第二代跳水皇后郭晶晶，现年31岁，96年第一次参加奥运，在10米跳台拿第5，直接复明霞退役先到晶晶上位。此后他拿了5届世锦赛和2届奥运全部个人和双人3米弹板冠军，到2011年正式退役，跟住就嫁嚟香港了。咁新一代跳水皇后又系边个呢？最闪镜嘅就系拍吴敏霞，攞咗旧年伦敦奥运双人3米弹板金牌嘅何姿啦。唔知过多几年会唔会到佢嫁入豪门呢？